从新闻上来看，它出动了 B1B 的轰炸机跟四架的 F-35B 的隐形战机，还有南韩的 F-15K 战机也参加这个军演。在这么一个编队的情形下，重点是在 B1B 的轰炸机，其他的战机呢都叫伴随机。伴随机的目的是一旦 B1B 轰炸机如果譬如说空中有拦截，它是做保护 B1B 轰炸机，所以重点在 B1B 轰炸机。所以我们来看 B1B 轰炸机要做什么。B1B 轰炸机呢，它的载重量就是载重那个弹量哈，可以到148吨，这很重。它是一个战略轰炸机，它可以带至少80枚50磅以上的炸药。做什么？就是准备对北韩的弹道飞弹基地跟核设施做彻底的破坏。也就是说啊，在这个中俄在那个日本海联演的同时呢，海空联演的同时呢，美韩的这个就是军演啊，他很清楚的就是说要告诉北韩说，我对你的弹道飞弹设施跟核设施我是有备而来的，大家彼此间不要轻举妄动。嗯哼 ，OK， 所以你看轰炸机摆明了，我有摧毁你的核设施的能力，我要展现这个秀肌肉的同时，它的战略位置已经告诉你我即将要采取什么的行动。昨天杨老师讲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呢，就是美朝在开战的过程当中，台湾的角色，美方要求支援，台湾是没有办法拒绝的。但是台湾一方面除了自保之外，我们提供什么援助？即使当美国当他要对朝鲜半岛进行开战，当要攻击北韩时，我们应该提供什么？什么样的支柱呢？来，杨老师怎么看？你想想看，他现在的飞机是从有一部分从关岛，他直接从关岛飞，然后他支援的飞机或随护的飞机，不管从日本从哪里飞，很难喊。你想想看，台湾作为这个，你只要想想，大家想想它的位置，那边是在前线，关岛在非常远的地方。如果今天有个什么样的状况发生，台湾变成一个最好的折冲地方、缓冲地。几乎不做第二项，他不可能一转弯飞到去北京啦、天津往那个地方躲，他也不可能往哪，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是一块紧张地区，不管日本、南海全是紧张地区，而台湾呢又没有关岛那么远，可是又有1500多公里以上的安全距离在，所以台湾就变成了一个，作为任何美国如果有什么动作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想到台湾可不可以帮什么忙。做什么样的支撑点或者什么救济点，怎么点，他一定会想到这个位置。所以前一阵子就出现一个小小的消息说，我们对于美国的军舰可不可以在我们的海峡上面来补给一下，是那个概念，公海补给的概念。你如果换成飞机的话，是那就更具体更明显，也就是说，也就是当他在处理美国如果在处理北韩问题，或者跟南韩一起合作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台湾是他最好的一个后盾。可是当政治上，现在重点是政治上，美国提这个要求说，我希望一二三，台湾可以不答应吗？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啊！哎呀，他反正非常敏感。哇，那如果你的B1B啊，被干扰到了，或者被伤害到了，要降到我们这个地方来，你能够说 no 吗？当然不行。那可是当他大量的假设啊，我是纯粹假设，大量的武器或者人员放到台湾来，你说中共会有什么反应？他就联动了嘛，他就联动到了海峡两岸的问题，他联动到整个东南亚的问题。可是台湾不能不先想好，台湾也不能不先跟美国有这样子的互动跟资商，因为我不相信，在双方冲突的那些前一刻，他来个电话给小英说：“哎，总统，这个可不可以帮两个忙？”这样，这个到台湾。那就变成一个睡喊的或者一个话，他要干什么我们都全面的去帮助他，因为台湾有本身的安全问题，台湾又是因为我长期听张兄这样谈嘛，台湾的防御或者台湾的弹药或者台湾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，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美国当然会把台湾纳入他的整体的思考之中。所以具体来说，当美国对北韩发动攻击，台湾可以寻求什么样的资源、什么样的帮助？台湾的角色是什么？台湾可以做的其实就是作为美军的一个飞机的备降场。之前过去两年不是有那个大黄蜂战机降落台南基地？对，就是美台之间长期有这样，基于以前这个协防时代，后来断交，但是陆陆续都有美军飞机，他要寻求协助的时候。特别是故障
或任何问题，他都会到台湾来，而且这个台南一个亚洲航空公司，长期以来过去就维修许多美军或者美制供应给盟邦的飞机，比如说韩国飞机以前美制的战机也在亚洲航空公司修理。当如果琉球被攻击的时候，我们的水南机场是不是相对是对是非常近的一个地点？对，非常近。美军如果说有这个迫降的需求，其实我们绝对会提供援助，而且美军飞机来台湾也不是一天两天，之前还有他的这个加油机、运输机停在松山机场，这个大家都有看到哦。但不可否认的哦，台湾其实作为一个后勤支援，它是会提供相关的协助的。过去来这个如此，我觉得未来至少这个部分，我觉得我们绝对是可以提供帮助。另外，近期有一些包括美国国会通过两边的这些军舰可能互相停靠，当然美国会不会真的停靠不知道，但我认为未来我们的敦睦舰队远航到加勒比海、中南美洲，其实夏威夷和关岛，其实真的会变成我们停靠一个中继点。我认为这个部分过去以来长期都有，像是近期我们跟美国买的两艘派里级，移交给我们咯，是挂着我们的国旗，其实它都有停靠夏威夷和停靠关岛，然后再回到我们左营基地。所以我们从这样的发展就可以知道美台的许多关系，特别军事层面，虽然不能这个敲锣打鼓的说，但是台面下其实相关的交流就是非常好的，包括不能敲锣打鼓，但是实弹演习在最近也要登场。虽然国防部否认，我们知道国防部你基于因为它有目标性、有针对，要否认就是彗星一号的操演，传出他们即将要实射就是战术制压飞弹，一般认为这个就是熊二一飞弹。来，你怎么看呢，纪文兄？其实熊二一这个飞弹啊，它是国军唯一具备可能战略打击能力的一个攻击性武器。由于它本身射程太远，那有外电说可能600、800，也有人说1000到1500。是是。当然，我们不知道它的实际射程多少，但不可否认，它可以攻击像海峡当面解放军重要的军事目标。600可以到哪里？1000可以到哪？1500可以打到哪里？你看海峡的宽度大概200多公里，如果说600的话，像福州、厦门或者这个福建省内陆，南方军区都摸得到了。那你如果可以打到1000公里，可能就上海以南，或者广州，或者这广东，甚至江西一些乐平的导弹基地，你也可以涵盖在范围里面。是哦，由于它射程太长，所以国军对于试射这一型飞弹其实非常的敏感，也不轻易试射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人会干预，美国人会关注。我们知道最近朝鲜半岛不是很紧张，韩国打了几枚玄武系列飞弹，包括800公里、600公里，其实这都通过美国的同意。美国对于弹道飞弹或任何飞弹这种高精准性远程打击的武器，它不只要求国际上要遵守他定的规范，他还这个要求向他的友好国家也必须要遵守。也因此韩国和他这么友好的这个国家要发展这种的武器，他都是要通过美国的同意。那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其实台面下非常密切，也因此我们不可能不知会美国，他认为你会添一些变数，不是他乐见，不是他乐见的添加一些变数。这是为什么国防部在这个消息曝光之后要出来否认，他不希望制造无谓的一个事端。但是呢，根据媒体的报道，哈，不为难张大哥，根据媒体的报道，到底熊二一真的哈，他整个射程跟各方面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？来，张大哥，真的不要为难我哈，我大概讲一下好了。如果说我们有发展熊二一这种制压性武器的话，我们来看看韩国的玄武飞弹怎么做的。韩国的玄武飞弹，玄武这两个字很有趣哦，那个是一个韩国字的意思，是面对北方的一个怪兽，抵挡北方的怪兽的玄武。那玄武一型是已经老旧了，那玄武二型跟玄武三型，玄武二型的话是基本上是弹道飞弹，玄武三型基本上就是巡弋飞弹。那他们巡弋飞弹呢？玄武一型、二型、三型，目前也是从500、800到1000多公里，也是按照这个层次来讲。那当他们的玄武二型跟玄武三型呢，是仿照美军的 Tomahawk， 就是战斧巡弋飞弹做的。好，为什么提到 Tomahawk？Tomahawk 是现在所有巡弋飞弹之母，就所有最好的巡弋飞弹之母，战斧巡弋飞弹，对，是之母。那想当然了，如果我们中华民国要发展巡弋飞弹的话，一定也是以这个为一个标准的目标来，就像玄武三二型、玄武三型，以这个来看。那接着要谈的就是巡弋飞弹的话，它到底
强在哪里？嗯，它是强在哪里？就跟它强在贴地飞行、地貌飞行。贴地飞行跟地貌飞行的必要性在哪里？是不容易被拦截，不容易被拦截。所以巡弋飞弹的技术难在哪个地方呢？一般来行出来巡弋飞弹导引上面，在技术上面有几个重要的东西，最起码的叫 INS， 就是惯性导引。什么叫惯性导引？就是我飞弹自己去用陀螺仪，快速陀螺仪知道说我现在在哪个位置，那我从哪边离开，说我现在应该在地球上的哪一点，这是一种基本的方式。第二种方式是 GPS， 现在 GPS 全世界有大概三个系统啊，包括美国的 GPS， 包括那个欧洲的伽利略，那个跟那个中国的北极，加上中国的现在快要成功的那个北斗、我刚本来想的是俄罗斯的那个 GLONASS 啊，那加中国的北斗就四个。那 GPS 的目的干嘛呢？基本上就是做那个巡弋飞弹的位置的矫正。如果 INS 出去之后，它需要做矫正。但是要做精准打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公开的资料，有两个很重要的技术啊。第一个重要技术叫做 terrain recognition， 地形识别。因为虽然有 GPS 做导引，可是也许这边突然间盖了一栋大楼，啊，那 terrain recognition 呢，就是说我飞到某个地方的时候，它该起来就起来，该闪就闪，该躲就躲。更重要的是在哪一个？是最后面的 image recognition， 影像识别，做精准打击用的。好，那这四个技术加起来呢，是 GPS 那个巡弋飞弹在导航的时候。那为什么他们大家如果就说大家都以美国的那个 Tomahawk 为准呢、啊？他们好个越做越轻，越做越小，它不断的加重这弹头的部分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美国的 GPS 的 precision 的精准度已经提高到非常高了，大概一米以内，所以在美国在导引的时候，它完全把前面三个空都丢掉，我用 GPS 就够了，那我们现在看韩国的那个玄武二型跟玄武三型啊，玄武二型三型，我们看它在试射它那个体积的大小。显然呢，它不是只用 GPS， 它如果只用 GPS 啊，它没有办法达到这精准度。所以呢，韩国的呢，玄武二型跟玄武三型大概是 follow 原来 Tomahawk 上一代的那个整个结构来做。好，那回到刚刚讲说那个我们的那个不可以讲的飞弹哈，一般来讲这种飞弹精准打击之后哈，我是说巡弋飞弹精准打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产生破坏效果。